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 demo 的是我们要操作机器人来搬动我们太阳能电池的控制电路的开关。我们现在要搬动的是画面这个右上角那个画面，我们看一下它其他的视角。哎，前进，好像有卡到。转一下刚刚好。管够不到，稍微调一下角度哈。哎，我们现在要准备搬动的开关。哎，向右搬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把刚刚我们往右搬的那个开关呢，往左搬回去。那开关是我们画面，左边第一个，现在画面左边出来第一个开关，所以我们目标是要把它搬到左边的方向。再调一下。准备往左搬，好，我们搬动了。